不和穆家联姻，我就停掉你的卡，以后别再回来。不回去就不回去。我家有事回乡下几天，这家老板呢人很好的，就是工作忙经常不回家。你的工作啊，就是照顾好宝宝啊。明白。啊，不是说老板不回家吗？给你带了点吃的，看看你喜不喜欢。当保姆还有这福利啊，全是我喜欢的。来，这是你之前不是说宝宝的纸尿裤可以用完了吗？用来买东西。好啊，继续买这个吧， Baby Care 皇室 Pro 拉拉裤。慢点慢点，我记记。之前的纸尿裤啊，总是会勒到肚子，宝宝穿着难受。这个是裸感腰围设计，不同于传统的粗橡筋腰围，受力均匀，零勒感，无束缚，宝宝怎么玩都不怕勒出红印子，穿着像没穿一样舒服。而且还有大珍珠悬浮面材，可以减少皮肤接触面积，吸收速度也超快，真正做到顺吸顺干，不怕红屁屁。没想到小穆总照顾小孩还挺有一套啊。宝宝，妈妈回来咯。你们？她就是穆小帅孩子的妈妈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房间了。宝宝又长大了呢。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之前公司业务多，现在已经安排好了，暂时不需要保姆了。是穆总让我。小姐，你不会以为我要跟你抢男人吧？拜托，我只是个保姆。是吗？你们住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难道一点心动都没有？我被我说中了吧？是，我承认有一瞬间我是喜欢过他，但是你放心，我立夏不可能给别人当后妈的。还有这个保姆，你介意的话我走就是了。老弟，再不出来的话女朋友就跑了。后妈是做不成了，舅妈可以吗？你是说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我的联姻对象，宝宝也是姐姐的，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追回你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